点都为着你用功，你不是阮公司的，你是给我出事。我去探讨去。慢点，你先回来。有什么代志咱参详，我答应你啊。那台刚不是开风车，伊边啊哪会敢坐一个查某啊？那辆开风那是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哦，我绝对袂放伊耍啦。等下林子彤过来抓到，就莫怪我无甲你通知。我都明明看到你车顶有坐一个头毛长长的查某啦。什么声音？莫伫遐过一个大头家屈势啊！我袂永远做你的死奴啦。杜光亮来值班，刁万创啥？敢讲你袂记啊？你今麦头壳会安尼空空，也是因为五年前你叫人去弄因在罗家峰造成的。志胜哥，这是你交代我的。不是，阮开封绝对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无不好亲手进行，我无可能放下良心啦。客伯，你真正摕到遐尼侪股份哦？系啊，杜君啊，奈这时阵走回来。算万条万，你只死老狗，目色白有金。子涵，杜光亮手头身上上面一张五百万条万的币，而且这个代志跟金玉应该有关系。咱先甲杜光亮黑掉子。五年前我伫海边啊，你有见着？我无无什么呀。阮这个代志若是别空，你就是含我的命拢要做伙收当。当年安切死，万条万结了婚。阎罗为着你用功，你不是阮公司的。你是给我出事！我去探讨去。慢点，你先回来。有什么代志咱参详，我答应你啊。